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。英雄 Aluna Dori， 新盟有提供了不少策略，在他们的帮忙下，我们已经拟定新的作战计划。我剑无虚发，等你下令。我们在废墟探索，常在这里扎营。 请说吧。看来你非常熟悉这种战争该怎么打。这里偏离主要道路，而且容易派兵增援。没想到还能再次亲眼看到这座城市。艾萨拉牺牲掉自己子民两次，一次是燃烧军团，另一次是献给恩若斯。交给我，我可爱的孩子。 身为将军，你应该很清楚何谓牺牲。作为领袖，要考虑的更长远。未来，牺牲你的子民来换取力量，到底有什么好处？把他们变成怪物吗？真可惜，看来你无法了解。没关系，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 星星之火，好吧，齐恩会召集我们的军队，我们在潮石附近见。啊，勇士，你终于到了，正好。我们的目标是潮石，希望你们不要妨碍我们。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从艾萨拉手中夺走潮石。 他们的勇士握着苏拉马尔标枪，我们应该听听他们的计划。我知道该做什么。真的，我方部队应付不了潮石的守护者，我和洛索马去对付剩下的那迦，他就交给你处理了。标枪在勇士手上，我们必须制造机会，一击必中。首席秘法师。 当我攻击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帮忙防御，这样成功的几率会更大。双方联手是最佳策略，不过切记，如果你敢骗我们，你知道下场会怎么样。勇士，跟我走，我想和你一起夷平这个营地。格雷麦恩就照你说的，你那位勇士下不倒我。格雷麦恩，你真厉害啊！可惜我们之前没机会在战场上面正面交锋。我们没交手过，应该说是幸运，杀掉你有点浪费。
哼，以金莹来说，你身手还不错。以狼来说，你也蛮能打的。剩下的那家交给士兵处理，我们去对付他们的领袖吧。就是现在，勇士，快投出去！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，我们击溃艾萨拉的部队，瓦解他对潮石的掌控。进入皇宫的路依然无法通行，可以用潮石的力量破除这道屏障，但是我自己控制不了他的力量。也许我们可以合作。我接受。成功了，开出一条路了。叫部队准备好，这次一定要了结艾萨拉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了，我绝对不会忘记。部落的勇士会把那家全部赶出这座宫殿，艾萨拉要为他做过的一切付出代价。联盟的英雄会阻止这个女王，洛索玛。我们不想和你们打，但是不代表我们会容忍你们干预。瞧瞧是谁来了，两个死对头想联手抢我的潮石，我真有天分，一次就了结了。艾萨拉，你休想阻止我们，你的王国会就此覆灭。阻止你们？哦，小宝贝，我干嘛要阻止你们？你们可以当作正式邀请，我的宫殿准备好了，各位，敬请大驾光临。好多人躺在海岸上，还真是壮观啊。我会用行动来证明的。